跆拳道队九日勇夺两金，刷新去年纪录，公开男子74公斤级赖廷清以17比8的分数轻松战胜文化大学林建军，夺下金牌。而公开女子62公斤级潘颖苦战跆拳名将丁梦云指导的选手，以13比12险胜夺金。羽球代表队在女子团体赛中拿下暌违2年的冠军，即将毕业的羽球名将郑少杰首次参与团体赛。很高兴台湾师范大学在这次团体赛拿到金牌，第一次打团体赛，我之前都是报个人赛。我虽然是团体赛，可是我下了场会觉得说，我不要把它想说这次团体赛，我是以我个人赛下去打，因为其实说你把它想成团体，你会觉得说。新闻网林上记者陈宇文采访报道。